冷静，冷静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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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再搞一些有的没的，可不可以？白痴哦、喔！老子直接在你留言区大谈梦想，妈这还直接去拿别人那个底下留言的图哦、喔！操 ！Buy free Paco 熊，实况头贴西装熊，头贴也可以比。我给忘了 ，VS 熊左为。狗与丑狗，机场帅头，右边他妈是谁？犯人熊，可爱自拍。NLNLOUOVSNL。形象帅照，海边肥脸。超级肥脸，跟现在的我看不见未来。红毛熊熊 VS 腕力熊。法老熊 VS 帅头熊，不是他到底是怎么把当时我拍的这么肥的，我真的是妈看不懂哎！干，我一个整天拉肚子这么瘦的人，他到底怎么可能把我拍成这个样子啊？阿能，我午餐吐出来了，谢谢你。橘子熊 VS 现在的我看不见未来，这还是我以前旧家的厕所，都有 BGM 的 Sasuke， 实况头贴像哪？看右边这人真的是我吗？完全不像啊！我真的很怀疑耶，他妈确定右边这个人是我吗？红毛熊熊 VS 八步熊，阿能你再举手一下加分题。BGM 还没结束，干这个掰 free 很脸歪嘴斜，干这个眼睛怎么看也怪怪的、啊。失言有什么好失言的？这是我的脸呢，干我连呛自己都不行哦。我已经不知道到底在选什么东西，选丑的啊！
我是第一个选的，他又把他这个二选一锁起来。好，十分钟之后来看看会变什么样子。老哥，排名更新的 ，NLNLOUO 第一名 ，NL 扫把第二名，红毛熊熊第三名，超级肥脸第四名，有考虑当歌手吗？第五名，现在的我看不见未来第六名 ，By Free 第七名，形象帅照第八名，八步第九名，吃香肠第十名。哥哥，我视讯你昨天熊姐臭你的片段了。然后请问是二 L 吃香肠还是失望？为什么我自己要看这种奇怪的东西啊？应该是吃香肠吧，本人比较好吧。狗跟丑狗还是八步熊？八步熊赢了吧？八步熊很顶哎、欸。对啊，八步熊很顶。必测熊很赞哎、欸，必测熊哎、欸。冰车熊，他怎么从幼稚园还是国小就这发型啊？乱讲，熊姐乱讲。什么时候啊？他怎么从小就这发型啊？海边肥脸还是要橘子熊？选一个。有什么好笑的？无条件啊，无条件啊，无条件左边的、啊。那形象帅照跟绝对是真人啊，我们这个形象帅照选起来。干那个形象帅照真的是干你娘！为什么那样觉得那样子叫形象帅照、喔？把一整个职业队搞成那个样子、欸，你们快点帮我选！選欸、白雪还是红毛熊熊啦，快点！我们刚才到底左边那个好顶哦，傻小，我没看到哎、欸。你要白雪还是？他们是光白山那个是鸡掰吧 ？OK 啊，熊左为吧，熊左为、啊、大谈梦想吧。快不行了，熊姐快不行了哎，扫把跟吃香肠要怎么选啊？干这什么怎么选？妈，左边又不是我。什么左边不是？左边就是 N L， 什么扫把乱讲。难道选 N L 吗？不是，但这扫把要冠军了啦。海边肥脸跟八步熊怎么选啦？八步熊，八步熊，八步熊。为什么汤米突然参与了、啊？我觉得八步熊蛮顶的，八步熊就很顶哦。那犯人熊跟法老熊呢？都是条纹。犯人。OK， 很难选。准备对这个二选一提出版权炮。跟犯人熊这个长相有神韵呢、欸。那白山跟必测熊怎么选呢、啊？哎呦，王建王的啦。哪里王建王啊？冷静一点呢、欸，你也是我其中一个姐姐。肥脸跟白山选一个。白山太顶。那现在的我看不见未来跟扫把。扫把。扫把跟白山我觉得都很强哎、欸，那你们等下就要想办法处理啊。好，白山跟八步熊。白山跟八步熊，白山真的太强。干我干，我现在看到我以后看到白兔，我都会想到 N A， 我干超靠背，超靠背的，超级靠背的，超级靠背的。犯人熊跟扫把怎么选？犯人熊跟扫把。扫把，扫把。好，来最后了，各位。到底一根扫把为什么可以打到这个地方？恭喜白山在 NL 帅照二选一获得胜利。我们来看网友的第一名是什么，好不好？网友的第一名是 NL 肥脸哎、欸，网友第一名白山的第七名哎、欸。扫把第二名好猛。红毛熊熊有第三名、欸，为什么红毛熊熊要第三名啊？红毛熊熊因为有白痴观众在洗排名，恭喜。